感想就是很开心，就是没有多少个剧集啊，可以说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多少个剧集可以达到这个里程碑，所以觉得真的是我能在这个剧组里面真的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。我也是非常感恩的，因为从第一集开始就到现在1000集嘛，那又是一个开始了。我们就向那个2000集进发。对对对。希望我们能够一直带给大家一些欢乐。跟剧组的感情有没有越来越好？那这是肯定的，因为毕竟也虽然我加入是比他们晚了200集，也没差多少，但是到现在也拍了800多集了，所以就是3年以来一直每天都在一起差不多，所以也真的变成家人一般。那当然我跟搭档感情默契，也是每天都越来越好。其实每一位也是越来越好了，因为我们都一起拍了差不多快要4年了，4年的时间我们好像每一天都见面嘛，然后每一天大家一起希望可以快点完成我们的工作，所以大家的默契也有的。还有就是特别辛苦我们的编剧们，他们要想这么多的故事也是挺难的，所以我们接下来一直在拍，希望他们加油。